准备好画材跟加热缩小的工具，还有紫阳花盆栽摆饰材料包，跟我一起来玩热缩片咯。在这次影片中会介绍两种尺寸的上色海绵推棒。裁剪热缩片累了吗？眼花了吗？手酸了吗？材料包有30片独家设计版型已经裁切好的热缩片，帮你节省下裁剪的时间，让你快速进入热缩片上色及塑形的步骤，有大小不同的花型跟叶子。彩绘上色方面，我会以加热缩小后的花朵实际讲解上色后的效果，也会用简单的图面帮你笔记渐层色彩的分布及上色顺序。喜欢粉彩的粉嫩渐层效果吗？还有很多粉彩上色的技巧、手法、选色及用色方式，回去看直播有更详细的介绍哦。点选上面惊叹号，马上找到紫阳花盆栽的直播影片。除了上色，还有立体塑形的手法跟工具的使用，在直播影片中还有教大家如何利用热塑形来表现更多不同程度花卉开合的变化。跟着超详细的直播教学一起来，在家上课也可以很疗愈。看着缩时影片，有没有一点点心动？自己也 DIY 做一盆紫阳花盆栽吗？下面的资讯栏位连接，你可以找到所有我使用的画材、工具、材料包，还有我的热缩片书籍。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订阅神奇热缩片的小世界 YouTube 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分享哦。拜，我们下次直播见。